雄一定当初很后悔，很后悔说没有请你来帮他吹这一首啊，对不对？他的孤寒女生呢，赞不赞？赞啊！真的，再次谢谢我们的尺八哥哥，谢谢谢谢。我跟你讲哈，表定是在3:30我就必须要结束了。可是呢，我看大家还意犹未尽，所以呢，我就小小的要求我们的团主来，我们是不是用热烈掌声来欢迎我们的团主先上台？来，请上来，请上来。她是身材婀娜多姿加美丽，好不好？然后呢，再加上个性。